说来也是巧了，这位胡嫂刚好和西多大姐取得联络。西多大姐前段时间得到了上级的秘密指示，要求她无论如何也要与山区的部队取得联系。但是敌人的封锁太紧，困难之大。总而言之，山外的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还要糟糕。我说完了。 佳才，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哦，还有一点，那个嫂子说了，朱三木现在已经成了和鸣人的座上宾，敌人的很多馊主意都是他出的。果然是这样，我之前在上海工作的时候，曾经经历过被叛徒陷害，而给组织造成巨大的伤害。我们一定要尽快清除这个叛徒。你说的没错，但是要在敌人内部消灭一个叛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队伍现在最严重的问题还是粮食，已经每天都减了一吨了，不能再减了。哎，营长，我不是怕饿肚子啊，这一顿一顿的减，凑到一起也没个三两天的，不顶事儿。你看战士现在都饿成什么样了，连路都快走不动了。我觉得这个粮食的问题啊，得赶紧想办法解决。我想着办法呢。 你也不能冲下去跟人家拼个鱼死网破呀！那总比饿死在山上强吧？鱼死网破怕什么呀？最起码死，他也死的壮烈一些啊！行行行行行了啊！什么死呀死呀死呀的！孙大成，你不是给我说过吗？你还要娶老婆，生一堆孩子呢，这咋就死呀死呀死上了？这说的都成鬼话了！哎，我觉得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咱们的。<笑> 我想问一下诸位，我们是不是红军独立营？我们是不是参加过一次又一次的反围剿战役？我们的最高政治任务是不是坚决捍卫苏维埃和保护劳苦大众的胜利果实？如果是，你们都看见了。 山下的群众正在遭受浩劫，有的人像牲口一样被人杀害、被人迫害，而我们在干嘛呢？建山营，搭山寮，准备修身养性的过太平日子吗？吕指导员，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情绪这么激动？是这样的，大家还记得那个唱山歌的姑娘吗？记得啊，怎么了？ 他已经落到敌人手里了，他是唱着红歌被敌人抓走的。啊，小哥，你咋不早说呢？叫大家，我现在就带依然去救那个上山哥的姑娘。二连一去，走，三连一去。在营部做出统一部署之前，谁敢擅自下山，以叛逃论处。我觉得当务之急。 是解救人民群众的问题，还是先解决粮食的问题？如果我们现在不解救锦妹，人民群众将会对我们失去信心。如果你觉得不解救粮食的问题，我们这支队伍还能撑几天？好，现在就假设你被抓了，营长是你亲哥，救不救？肯定要救，可面临的情况一样，山下情况不明，我们要用多少人换回这一个人？能不能换回来不一定。敌人目标很明确。 就想要把我们围死在这儿。住了！我们施展不开我们的手脚，所以，我们都没办法解决。那你想怎么办？撕开这道网，用我们的游击战术去骚扰敌人，用我们的渗透战术去扰乱敌人。以前是敌人怎么打，我们怎么应对。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变战术了。我们主动出击了，我们去扰乱他们，我们去搞晕他们。 我们给他们搅个天翻地覆，让他们顾此失彼。他们一旦动起来了，漏洞就会出现了。漏洞出现了，就是我们的可乘之机。那个时候，夺弹药、抢粮食、杀叛徒、救群众，全都能解决。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大胆，又省事儿，我觉得可以进行。说这些天，你小子怎么一直挂着个脸？你一直琢磨这事儿呢？你怎么不早跟我们说啊？现在我们山下情况也了解了。
老唐，你觉得呢？那都同意吗？都同意，我马上制定一个作战计划。去吧。我觉得你说的太对，敌人就是睡得太香了。我们先敲一阵锣把他们敲醒，然后找空子再钻进去。少爷，犯什么毛病啊？哎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最近几天，我一直在想那些年，我从他们家挖出一坛大洋的事儿。一坛大洋，365块吧，那是一坛子啊。哎，要是两坛呢？它就是730块了。你这干什么？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下雨吗？瞎聊。你还有什么事儿是瞒着我的？没什么。要是追究的话，也没关系，我自己来承担。雨下的让人心慌。去给你弄点吃的，三木，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在后山玩抓过的那些蝉？蝉会蜕壳，这个过程既痛苦又漫长，任何人为的干预对他来说都是害了他，但他若一旦成功了，便获得了新的生命。一旦成功便获得新的生命，是不是作茧自缚啊？万一是破茧成蝶呢？你晚上没睡了吧？别想太多了，去休息。何长官，早。何长官，我是来向您请罪的。我听说了，戏演砸了是吧？没事儿。我知道你算盘打得很好，只不过是失算而已。反正你懂失算嘛。卑职有负何长官。哎，别这么说。只不过让这个小女子一闹，影响还挺大的，屁股擦干净就是了。是，卑职明白了。下扬杨队王继平，这个是敌人封锁线上离得最近的三个集结区，1、2、3连分成三个作战单位，在天黑之前务必赶到这三个地方的附近进行埋伏，天一黑以
一连的枪响为号，同时对这三个地方展开突然袭击。作战要求提两点，打得突然，不得意思，明白吗？明白，明白。我只强调一点啊，这次作战任务不是为了消灭敌人，连占领一村一庄的作战任务都没有，只有两个目的：第一，把敌人的网子撕开，让敌人动起来。敌人动起来之后，就会有漏洞，有了漏洞，我们就有机可乘。第二，在行动中寻找战机，趁机拔掉几个危害群众的钉子，震慑一下幻象团，保护一下群众。我补充一下，我的话没说完呢。指导思想确立之后，要严格按照营部的既定方针作战。我们是骚扰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不许恋战，各个单位不许有一兵一卒的伤亡，否则的话，各个连长要负起指挥责任。营长，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我的话还没说完呢。从这儿到达指定站位，天黑之前就可以，没问题了吧？没问题。准备吧。等一下。哦，对了，等一下，我先说。这次行动全权由唐运龙同志来负责。对，我们三个人留守，准备吧。等等，李华成，你肚里憋什么屁啊？怎么放得痛快点？这不阴不阳的什么意思？我没不阴不阳啊，我就是想咱们三个人留守商量一下下一步。你话都不让我说，你都让我这个营长靠边站了，我怎么跟你讨论下一步？营长同志，你看你这话说的，你的营长是上级任命的，我就是不想让你参加我一个同级的政治干部，我也没这个权利。你要是真有这个权利，是不是真就把我给撤了？就是因为你没有这个权利，所以你就把我晾在一边。不是，我说李华成，你哪个你打错了？不就是我们家后院底下藏着点小秘密吗？哎，打住。营长同志，什么后院啊？我怎么听不懂啊？你装，你接着装。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两个在说什么呢？有意见不能直说吗？打什么哑谜啊？大家都知道啊，营长同志有点小心眼，我不跟他一般见识。你才小心眼呢！你存什么心？你别拐弯抹角，你直接冲着我来，我接得住。好，那我问问你，你心里都明白，你装什么糊涂？我明白什么？我明白，我不就家里藏个什么？藏个什么？心里都没点数？营长，我只听你一句话，出发还是不出发？谁说的算？你问谁去？老子不干！站住！不解决队伍的团结问题，我们去打仗只是有去无回，这个责任谁负？谁说的算？谁负？仗还没打呢，他俩先打起来，我们打还是不打呀？打，既定作战方针不变，此次作战任务由唐副营长担任指挥。唐副营长，等出发。站，全体队伍准时。应，享有真出发。师长，老袁，你们走了。李华成，嗯，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连我也想隐瞒吗？我从来没想隐瞒你什么。那你为什么这两天总针对他？哎，
我要是让你在我和天佑之间做一个选择，你怎么选？那一坛大洋说明不了什么，他当初交了一坛，留下一坛，并不代表他对组织有所隐瞒。因为那一坛大洋他无权处置，那是我们吕家的财产。他自己承认了。如果你要是因为这个怀疑他不忠诚，那这个责任我来担。你可以给我任何处分，撤了我的职都行。但是我们现在是在绝境，你不应该这么小题大做。不是，你想什么呢？你太小看我和天佑之间的感情了。我跟你说实话，我之所以小题大做，是为了让咱们这支部队能够走出绝境。但是这件事儿，你得配合我。师长，前线战报，三处集结片区同时遭受到了红军游击队的袭击。马上派就近的部队进行合围。是。等等等等，何长官，不能派就近的部队去合围啊。那什么，现在三个据点同时遭到了进攻，那一定都是佯攻。他们真正的目的就是想让我们调附近的部队去合围，从而暴露我们封锁线上的漏洞。那你的意思啊，让三个据点坐以待毙？以我对共产党游击队力量的评估，在金峰大山里边绝不可能有一个整编营以上的部队。现在我们三个据点同时遭到进攻，那一定是佯攻。楚团长，这都是你一厢情愿的估算。如果真实情况不是你说这样呢？红军主力确实发起了进攻，那我们三个据点怎么办？就这么吃眼前亏吗？何长官，不可能，他们没这个力量。打仗不是财迷，赶紧下令进行合围。是，我去下令。报告，前线三地报告，遭到红军袭击，请交火半个小时。红军游击队被全线击溃，逃回大山深处。前线请示师座，是否围剿？不能，这是红军游击队惯用的声东击西，我们绝对不能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三宝，你是对红军战术最了解的了，就把事情办好。是。还是师长说的对，这家伙还是能抵得上。一条狗还是一条好猎狗，忠犬可用罢了。一连回来了，唐副营长，一连归队。什么都别说，先汇报有没有伤亡。教导员出发的时候告诉我们了，不允许有伤亡。我们一连呀，连个伤员都没有。唐副营长，慢点慢点，没事。有没有伤亡？别说伤亡了，连个破皮都没有。哦，二连呢？二连离得最近，按道理应该最先回来。孙大成，别捅什么娄子。会不会是被敌人咬住脱不了身啊？这个孙连长肯定是打红眼了，这老小子
就是不让营长省心。哎呀，雷公山，他那边什么情况你都不知道就胡说呀？是这样，我带我们一连啊去支援一下。一连出发。也等等。等什么呀？他就那么点人，支持不了多长时间。那真是这样，我也不想再派一个连去捞他。为什么？损失了二连，我不想再损失一连。你是见死不救是吧？算是这个意思。唐运龙啊，那是跟着我一块出生入死的兄弟，你狠心，我狠不下心，我去救。他也是我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往后，后面跟上，快点！真想逃回去，走，快，后面跟上，跟上！要真是被咬住了，你就去一个连，能救得了他吗？那就加上我们三连，不用走，好样的，走，去，都去，都牺牲了。从此没有独立营的饭口。战前，营部的决定就是不可恋战。我还反复跟孙大成强调，一定要坚决执行作战命令。怎么就是不听话？哎，不去了，不去了。人都回来了。哎哎哎呦喂，兔子根子，我回来了。哎，长本事了啊。你干啥去了？我执行任务去了。是不是你应该第一个归队？你这是又不听命令。哎，你带着你的队伍下河里面捞泥鳅去了。我捞什么泥鳅啊？你是大媳妇跑回来了啊？哎呦，来来来，唐营长，二连连长孙大成向您报道。怎么回事？没怎么回事啊，我执行任务去了。来，我带你看点东西。来，打开，打开。哎，看看。看看，慢点，咱多长时间没吃着白米了啊？是啊，哎，你这是到敌人营房里抢的？我真的是抢，我出得来吗？我唐营长，这次我是坚决执行咱营部的命令啊！我撂倒几个敌人之后，马上带着士兵撤回来了。孙大成啊，命好，在撤回来的路上啊，我遇到了一个运送物资的小分队，也就七八个士兵吧。你说这到嘴的肥肉我能放过吗？我就干了这一票。行啊，这风头呀都让你们二连抢了。你个老小子啊，立大功了你。先等会儿吧。啊，立功？先报告，有没有伤亡？有一个伤亡，功劳全部取消。副营长啊，你这也太狠了！告诉他有没有伤亡？还真有。多少？唐副营长，是这样，靠近敌人据点的地方吧，有一片烂田地。我带着这些士兵呢，趟这个烂田地的时候啊，成千上万的蚊子都扑向我们，那我们浑身被咬的全都是包啊。你说这算不算伤亡？我再给你添俩包，凑个重伤。打！行了啊，各连队无一伤亡，我放心了。你们不知道，走之前教导员给我下的死命令，有一个伤亡拿我试问。现在听好，满载而归。待会儿，啊，唐少不错，走走。唐副营长，啊，唐副营长，怎么了？我们为什么要着急返回营地呢？这是作战计划呀，就是一次骚扰性突袭，打完就走啊。
既然已经撕破了敌人的封锁线，为什么不趁机渗入到镇子里去呢？这营部的决定啊，我没有权利更改。作为一名前线指挥员，你有权根据实际情况随机应变。你到底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镇上的群众正在水深火热当中，每过去一分钟都多一个人遭殃，而我们应该急群众之所急，想办法进入到镇子里去解救他们，而不是……这才是一支红军队伍义不容辞的责任。刘元，你心里边怎么想的？其实我知道，大伙都知道，但是我真的没有权利下这个命令，真的。那你把依莲留下，让连长和我自行决定好不好？让我再看一眼，行不行？吕指导员，你说有些道理不用我这个还没入党的副营长和你说吧。掉位，走吧，拿着东西，拿上物资，走吧，走吧。先跟上队伍。小哥啊，我是连长，你是指导员，你比我有文化，也比我懂道理。按道理呢，我不该给你做思想工作。但是就一条，咱们是有组织讲纪律的队伍，你说是不是啊？连长，你别说了，我没事。你有事儿，我知道。你这儿疼。我的身世你也知道，你想啥我也知道。小哥，回去啊，我就请示咱们营长和教导员，让他们组织一支队伍，下山去营救锦妹子。谢谢你，林大哥。但是我不想给你添麻烦，更不想你因为我给教导员和营长添乱。你看不出来吗？出发之前他们俩就开始拼我，我们还是顾全大局吧。对，顾全大局是得顾全大局。你说他们两个以前那么好的，哎，我就觉得他们的工作呀越来越合拍了，可是这最近呢也不知道怎么了，俩人谁都见不得谁。哎，你分析分析他俩到底哪有问题了。哥，
起哎呀歌声忽然轻柔，其实整天想老望秋阴天春风还冷漠，江总监，人一个不少都带回来了，而且有证。好，赵导演啊，孙连长这次可立了大功了。哎呀，小事小事，搂草打兔子嘛。大成同志，哎，来吧。哎呦，哎呦，辛苦了。哎呀，小事儿了，脸上泥你再洗洗。哎，好，大伙儿先去休息吧。啊，好，炊事班长到，从今天起恢复一天三顿饭。啊，行吧，吕副教导员。通过。那战士们帮帮忙，把这些粮食搬到炊事班，好不好？好。帮帮忙。帮帮忙。来，晚上吃大米饭。来来来，兄弟，我们这几天终于能开锅了。来，帮帮忙。慢点，来，都搭把手，搭把手，帮着搬这个。想什么呢？你在想什么，我就在想什么。心照不宣啊。哎，你们听，这唱的跟蜜一样，钻进耳朵里，留在心里，真是好听啊！我进过那么多戏园子，从来就没听到过这么好听的声音。美呀，真的是美呀！你说他唱什么不好，偏唱红歌，怎么劝也劝不听，招祸呀！是啊，你说他才16岁，你说上面会不会把他枪毙了呀？就是。好听吗？还行还行。哎呀哎呦，好听吗？你们不知道他在唱什么吗？这是赤裸裸的红色宣传，不要闹了啊！啊，滚，快走快走快走，秃子到，闭嘴，叫他。哎，把嘴给我闭上！把嘴给我闭上！你接着唱啊，唱。还唱不唱了？再唱，唱，来，再给我唱一个。我不死了，不能死着，够了。
他要是不明不白的死了，你信不信何掌柜让你第二个死？你把嘴给我闭紧了，把他扶着坐下。最后跟你说一遍，你给我听清楚了，把他给我闭紧了。四肢抽筋，再不住就来不及了啊！谢谢了，大美人，谢谢了，大美人。哎，干什么去？哎呀，冯队长啊！嘿嘿，冯队长好。这事本来跟我没关系，是我的邻居西豆嫂得了疾病，这不，我得找大妹子去给她看病去。有病你找郎中啊？你找个挖野菜的干嘛呀？冯队长，你不知道啊？嘿嘿嘿。这大妹子神着呢，她不仅会挖野菜，她还是岐黄世家呀，手艺高着呢，您不知道啊。大哥，这忙我帮不了你了，您找别人帮忙吧，政府不让乱串门。不，不，不，冯队长，您就行行好呗，都是左右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得了疾病咱们得救啊，如果见死不救的话，这心里头苦得慌。你说的对，那就让他去看看吧。人给我看好了，千万别做出什么违反政府禁令的事儿。多谢冯队长，多谢冯队长。您放心，就俩娘们不敢干违法的事，我替您看好了啊。大姐，赶紧的，再不去来不及了。政府同意了。哎，我说，喂，政府同意了，大姐，政府同意了，赶紧的。要不然来不及了。好，谢谢啊，谢谢。别瞎溜达啊。岐黄世家，怪不得这么横。畅赛。报了行吧，再也别干这种事了，要是被他们识破了，连做十户啊。锦妹姑娘刀都架在脖子上了，这都什么时候了，我们不能什么都不做。不，我这也是怕组织被识破才给你提个醒啊，算我多说了，有什么事你赶紧交代。妹子，我们有个紧急情报，需要马上想一切办法送到山里。嗯，大哥，你先出去看着点。哎，我去看着点啊，赶紧交代。嫂子，来吧，假戏要真做。
驼叔已经从兔子嘴里得到最准确的消息，他们会在19日公开枪毙锦梅姑娘。还有3天，就咱们几个人怎么救人呢？所以我们更要把消息告诉山里的游击队。哎呀，山里的游击队是自身难保了。就因为他们自身难保，所以我们更要跟他们取得联系。这次行动不仅仅是为了营救锦梅姑娘，也是按照上级的指示，要打通山里和山外的联系。怎么联系啊？我想了一下，在我们的组织里最有理由进山的就是你。还有，上级确定了游击区的最终联络暗号是什么？照亮了黑暗之路，让勇者无畏依附黑暗中摸索，苦难中负重，绝境中脱路，会有谁沉默退出？淬火成钢，剩一切，我挺身而出。这是必由之路，我们前仆后继，只为了那一天走向光明。走向光明。